好，一二三，好，走。来，进场的朋友请看一起观赏，摸摸看一些立体上面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超屌的，让各位身上的朋友也可以靠近景观实际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收录了三张合照，其中有一张是非常经典的一张都是可以预购的，而且还有一些准备的可爱元素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三照。来哦，一二三，好，那是什么？香蕉、橘子、橘子、香蕉、杨梅、哈密瓜、苹果、哦，小狗时钟。好，那你自己拍。走咯，来一起拍哦。好了，我已经绕到底，然后又绕回来了。不要走到底而已。我在厕所那边等好久，我以为你们要再来等我。你们刚刚有吃饭了吗？他们已经好吃吧？啊，吃什么？
还是什么？是饭哦，妈妈自己煮的。没有，阿妈煮的。阿妈煮的，阿妈今天是在家里。谁当代表？哎、欸，啊，我不是，阿妈有来吗？是啊，写了吗？啊，我要录这个。没有，就你们自己来的。是啊。升级了。是吧？哇。那爸，你坐坐旁边的，阿姐姐妹坐进来。妹妹要不要坐前面？跟姐姐一起看。妹妹，妹妹坐前面一点。我们看小动物。哎，哇，妈妈背力有强哦。爸爸痛，妹妹很重。没关系。哇，没有摸短线。啊，有去过动物园吗？没有。没问题。你说那是动物？你最喜欢哪一只动物？小鸟。小鸟哦。啊，妹妹会不会打架？还不会哦。那爸爸妹妹是多大？两岁多。哦，两岁多。那妈妈有在你身边吗？了解。那你妈妈叫什么？会跳的是谁？青蛙。青蛙你知道吗？青蛙你知道吗？青蛙你知道吗？你只知道 Autobike 吧？ Autobike 啊，青蛙是哪一只？有没有 PK 啊？哦，这一只，哇，里面好厉害。这个，然后这个是谁？这是啥？兔子。兔子喜欢吃什么？红萝卜。1万5。如果叫日本人买的话，就10000块。那一段会拿捏到那个距离。对啊，其实不用看就知道，因为它广角。厉害哦！那爬树高手呢？猴子知道吗？哇，猴子知道吗？妹妹，猴子还是你知道Autobike？Autobike什么关系？企鹅，哇，姐姐马上就知道了。玩一下。给你。小灯笼，然后在水里游泳的呢，鱼，哇，啊，在天空会飞的呢，小鸟，就你最喜欢的小鸟。那会一直吐舌头的呢？蛇哦，啊，你会不会怕蛇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？蛇很恐怖耶，会咬人，不是吗？对啊。还是你觉得它很可爱？很可爱哦。啊，会呱呱叫的呢？鸭子哦。那你知道鸭子是哪一只吗？鸭子。鸭子。鸭是哪一只？哦，下面的。啊，你有没有跟姐姐一起下面那只啊？鸭，来鸭比一下。鸭。鸭，哦，有哎，那么厉害。我们看我们拿到几分，我们拿到100分呢。我们再玩下一关。在学校有。好，那我们打开一下，随便按一个盖子都可以。不，这个是高丽菜，然后你再开下一个。随便打开都可以，我们马上就找到了。又高丽菜，我们就找到一样的，它就会打开。我们要把它全部找出来，好不好？好哈，那你自己用。那你魔仔线学过了吗？学过了。谢谢。参加过这样子的？太夸张了吧！我都马上就猜到这么厉害。所以也是像类似像这个样子。对啊，因为我知道的比较多。手给你，我们来按按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这个是华师教育频道，那我们是跟这个也有呢，这些跟大会一起来这边做一个对啊，哇，好厉害哦！然后刚好就是说，政府有一个相对的，哇，你马上打完了，这么厉害，哇，按这个盖子，按一下，哦，打开没有？然后呢？再按啊！哇！还会按，对啊，大家摸摸看。OK， 好，对啊，简单明了。然后呢，按一下，按一下，哇，啊也是没有。那我们再按下一个好不好？哦，你不要用滑的，用按的，按的，按的。哦，芋头，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芋头？这里有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洋葱在哪里？啊，然后手拿掉，手放开。关着再让他拿礼物。好。
最后两个按一下，哎、欸，点一下，哦，然后那一个、那个、那个再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嘿，点一下，哇，然后手的，哇，那就过完关了，拍拍手，好厉害、啊，拍拍手，来拍拍手，会不会拍拍手？星星拍拍手，对啊，真的好棒啊，领完了，来给我看福袋，哇，好棒哦，谢谢，好大的一个红包哦。收到，谢谢。Hello。三个。好。耶。再一次。耶。换这边。耶、yeah ，好。你怎么大？很少会看到这么大的玩具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耶、yeah ，开心吗？要说开心啊，开心，第一次做，第一次做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首歌怎么怪怪的？这首歌怪怪的，好玩吗？你要开心一点啊，没有很开心啊，你没有尖，你没有那种啊。哎、欸，好好玩哦！绕好几圈哦。哦，厉害哦，会自己下去哎，跟妈妈说拜拜，哎，跟你的妈说拜拜，拜拜。啊？那个你还不能玩。耶、yeah ！不要一直动，耶、yeah ！一二三，好。打开。打开。我跟他一样。真的吗？
哇，真的耶，星星和姐姐的一样啦。我是第一个拿到，他才两分。